吧，哈哈哈哈。挺好看的，是好看。这边还有点硬，脸上是吧？嗯，还有点硬的那个，之前皮肤病特别的严重，还有一点点的硬的了。嗯，其他的你看看，之前这边也有，看不出来。之前肚皮这边都是，现在看不出来了，现在好多了，非常好了哈。嗯，好看了哈，比刚来的时候好看了。你幸福吧？你幸福吗？哎。贪吃鬼，回去给你喂点好吃的，你吃点好东西是吧？嗯嗯嗯，说话啊！你说嗯。他还比较小，他比你看大熊胖虎都小。哦。嗯，他小点，他年纪应该年纪都比较小。他个头我看比他们也小。对，也都一岁多，我感觉。也有一岁了，怎么着？能的。你知道回家的路吗？他说你快点，我饿了，给我点好吃的。知道回家的路吗？啊，对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等会，你先吃那个。等会。有肉了，现在吃那个。不，你着急，着急呢。哎，有，你这一口没有了。我要给它肉弄了。你这不管这个拉嘴，这个拉嘴哈，不能这样，拉嘴。吃饭一点不歇法哈。拉嘴子的。我得用这个给他扒着，要不然他要不然他太那个了。迫不及待了，你看。就是，还有一点哈，你不能多吃。你看你给吃那个叫什么来？给猪八戒吃人参果啊你。还没吃来味儿了。还没品尝到什么味了。就没有了。哎，这个不能咬。拉嘴。这不能咬这个拉嘴。你泡了怎么弄？啊，没有了，一口就没有了。不能多吃这个，多吃这个挑食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了，它不是狗粮了。不吃了。坏蛋。哎，你是真那个，我跟你说看看，你得等哈，你先吃点，我给你拿营养膏给你。补充营养。味道怎么样？还行，他不挑。那他不倔，你看。他倒是不挑，有好吃的都吃。嗯。吃不了。你吃的，你饿着了。他光吃这个，他不吃狗粮了。谁说他能呀？多了没有了，你就吃这一点拉倒。